第一名模林志玲不只是演艺圈的美魔女代表，更以超强亲和力以及高 EQ 稳坐人气女神宝座，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的林志玲，近期现身机场时，看到记者差点跌倒，志玲姐姐也当下赶快伸手救援。林志玲人美心美，不只热衷公益，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也不吝啬伸出援手。林志玲近日现身香港机场时，看到跟拍记者差点跌倒，她赶紧伸手去拉对方，而媒体也拍到林志玲当时伸手救援的景象。